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妙宏詹教授吼，电机博士啦。那、啊、今仔日吼来，今仔日吼我去看吼彭文正告张永惠，现在上诉到高等法院的出庭啦。吼、哦，来 headline，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啦。我们从小弟电机博士的角度看，今仔日彭文正博士告张永惠法官吼损害赔偿，因为他泄密侵权。啊，我啊，即摆咱来讲啦吼，张永惠，当蔡英文2024失势后，你到底要如何做人哦？你会蒙面过日子哦？现在你就破罐破摔，要蛮干到底了吗？是安尼啦，小弟点击破输啦。啊，真正对法律的物件吼，很多人认为我思考思维理则非常清楚，他们针对法律的问题问我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说讲起来是有道理的，但是呢，法律是个专业，我不敢跟你讲，因为我点击破输哦，我承认嘛。我对法律的法条，甚至它的程序问题，哈，我不懂，我不是说没有把握，我不懂，所以说很多人哈来请教我法律的问题啦，啊，我都会跟他讲啦，啊，我所以讲我今仔日讲吼，我对电机博士的角度吼来看吼，彭文正告张永惠的法官这个问题啦，哦，啊，我是感觉吼，张永惠，你真正爱较注意些，你哈。我看你的相片，我看到你的相片，哎、欸，也是蛮阳光的、欸。你在 FB 上面贴的相片也是蛮阳光的，可是哈，你哈站队蔡英文这一方，而且站队的相当的显明鲜明呐、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蔡英文这明明的不是朴素，伊是假朴素。哎、欸，你也有材料甲判伊2024。你也有材料甲判讲博士论文存在，夭寿啊！我是安尼想啦。你今年可能还过得很痛快啦，明年以后2024以后，我甲你讲，你到底变哪做人哦？你真的要蒙面过日子啦！啊，你破罐破摔，你对，哎、欸，阮是代表吼正义的一方呢。阮是哪个讲代表正义的一方？啊，蔡英文都无破事啊！伊真正毋是博士啊！你甲蔡英文揪出来问啊，对无？伊应该单挑阮那边啊，叫小人好出来啊！我摕博士论文，伊也摕博士论文，我摕博士成绩单，伊摕咱摕出来。啊，伊根本都假报诶！啊，你我相信你也知影伊是假报诶！啊，你著甲判讲伊安尼博士论文存在，夭寿哦！张永惠哦，你这种蛮干话吼，我就不晓得吼，你这种我看你相片安尼水水啊，安尼阳光型的啊你。啊！你咧做这个代志也无多啦，好啦，反正吼，代志到这破罐破摔啦吼，来 headline，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，从电机博士的角度，看今仔日彭文正博士告张永惠法官损害赔偿哦，这是泄密侵权啊！我是咧警惕啦，哦，回头是岸呐，张永惠。当蔡英文在2024年失势后，我看哈、喔，我是不晓得你有出给未啦？你到底是变哪做人啦、啊？哦、喔，蒙面过日子，哦、喔、啊！你现在就破罐破摔，蛮干到底来啊！电机博士曾淼宏啊，我今仔日哈，就是去欢迎高电欢迎，伫不是伫博爱路啊，伫这个长哎。欸就反正吼，贵阳街啦，吼，东吴大厦的对面哦，去啊，啊去吼，来，这一个乡亲，伊吼，我开店开了啦，吼，啊，这个乡亲就走来，握下一支牌啊，吼，我来跟伊翕相，你看嘛，凊彩一个乡亲安尼摕出来，拢敲好啊，准备好啊，请问法官，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在哪？张永惠。这张相片送你，哎、欸，那凊彩吼，路人甲、路人乙，拢对你质疑啦。啊，你看你利空利事以后，蔡英文落台以后，你是变哪做人啦、啊？哦，查囡仔安尼哦，看你变哪做人啦、啊？
这样一个乡亲啊，凊彩吼杀出来，一扛棒就是安尼。哦，我今仔我看到一张哦，我来含翕相啊，我摕一张来警惕。哦，来，我继续看了哈。今仔日我看到彭批哈的远端开庭，哎，事实证明哈，在技术上都没有问题嘛。刑纪哈，哎，刑纪哦，法官哈搬出第几页，就直接透过哈那个镜头哈，哎，高品质的镜头直接安尼扫过给美国看呢。到底讲到第几页的内容？哎，直接哈透过视讯会议里面的那个镜头哈，直接相过去美国呢。啊，彭文正哦，伫视讯会议的那一端哦，就直接看呢，要求所以讲哈。所以说彭文正的要求远端视讯会议哦，他不是不合理的。用我电机博士的角度，那根本就 piece of cake， 你别倒卡拿来哦，免开钱了，当做个代志呢。啊，就是哈，彭批就是因为要求远端视讯开庭，没办法啊，因为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嘛，疫情真的很凶嘛，啊，所以说哒。然后呢，彭批就是因为这样子没办法回到台湾出庭，就被扣上了不出庭，然后呢通缉，然后变成黑名单，然后变成哈、哦、无国籍的人士啊。现在是哈、哦、无国籍人士呢，我讲就今天哦，他们我电机博士，我承认我法律不懂，但是有些事情我听起来就是有道理啊。彭批这个妨害名誉。讲出个真诶，我这样一路走过来，妨害名誉，全世界都甲台湾有妨害名誉这个名呢？全世界根本都无人有妨害名誉，含美国嘛无人有妨害名誉的这个名词呢？啊，是咱台湾靠妨害名誉这个名词呢？而且哈、哦，妨害名誉这种名词哈、哦，你台湾哈、哦、还违罪不举呢？违罪哈、哦、啊违罪啊最好演变这吼、哦，说怎啊吼？哎、欸，压这个尿出阿尾。把演变成哈、哦、通气，就彭批呢变成通气，还变成黑名单，或真正这是恶一个，这是叫拉美，人家恶一个恶官，谁是恶官？哈、哦、啊，到底是一路过来哈、哦，到底谁是恶官？我跟你讲，走过必留痕迹啦，历史会做出交代。你看嘛，恶官那本册，哦啊，寄去哈、哦、英国伦敦大学的图书馆，哦。哈佛、耶鲁、哒，所有各美国、英国各大图书馆全部都有一本呐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哈、哦，等于说哈、哦，事前先跟你讲，你们这些恶官哈、哦，什么姚念慈啦、黄伟啦、邢太昭啦，顶管拢有写到的哈、哦。我讲走过必留痕迹啊，恁家哈恶一个恶官哈、哦，啊张永惠哈、哦，书本人家已经付之了哈、哦，已经印了。哦啊、你急着要上车，我跟你讲、哦、来、哦啊、我现在是觉得、哦欸、这个庭、哦、当初在地方法院的时候，博爱路就我在场第一天，他总共开了两天，第一天我也在场，第二天我学校有课，我就没有办法去。第一天他 开庭呢、啊、那时候连这个连延龙律师、哦、也答应了、哦、说、哦、要去把博士论文的原稿拿出来，我讲给你听啦。像阮这个读过博士的哈，我跟你讲，你随时一天24小时，一年365天，你要来看我的博士论文，我拢 standby 拢准备好啊，闲啦。因为博士论文对阮的一生哈是哈太重要了，所以说我们哈呕心沥血哈写出了这个博士论文。哎，没有一个博士。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说拿出来拿不出来的，没有这样子、欸、因为博士论文对阮博士来讲吼是最重要的代志。我随时甲啥物人讲，哎、欸，你个博士论文叫我参考一下，哎、欸，随去编储藏室，随摕出来，互你看。我真正我伫台北吼办那个蔡英文博士论文存在疑惑学术研讨会，哎、欸，我就随安尼。念的随提，会当提起吼，暨南路台大校友会馆咯，互恁大家藏伫桌仔顶，互恁大家看啦。哎、欸，我真正藏伫桌仔顶，啊，真侪人真正去看咧。啊，我去高雄的时候吼，我拄啊吼，
因为我坐高铁嘛，我后多摆一日骑出去到外口，骑到迄落台铁的时候，哎，啊博士龙袂记得，我想要翻头倒来，哎、欸，后面比较紧啦，反正吼，那有人要甲我咨询吼，要甲我 challenge 吼，我随时退出来了。博士龙文对阮这个博士来讲吼，是一个非常吼改变人生的一个东西耶。所以说吼，你 anytime 吼 ，anywhere 哦，你甲我退，我拢我材料提出来给你啊。啊！你已经，你在地方法院的时候，那个张永惠，你在地方法院已经要求第一天开庭，要求连元龙带出博士论文出来。啊！你讲大赢啊！结果呢，隔天又带了一堆他妈什么什么卫生纸烂卫生纸出来，哎，今天刚没透过井啊！所以讲吼，更荒唐的，哎，你拿出那个叫博士论文，哎，我讲真的啦。我在博士班的时候，所有修习过程的笔记本哈，我都写得漂漂亮亮的，我都写得漂漂亮亮的，因为我们要考资格考，我们要选考资格考，所以说我们的笔记本都写得漂漂亮亮的，好啊。然后呢，你甲讲，你若讲要叫我找迄时阵博士班的笔记本哦，我还可以找得到。啊，博士论文三分钟哎。三秒钟，一二三，我就马上可以拿出来，我就马上到我的柜子上面马上拿出来呢。哎，啊，踹门提了吼，拉美真正吼零零散散，那个叫做博士论文。一个博士不可能把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稿哈弄成这个德行了。哎，还拿白手套，我们都把它装订成册的啦，都装订成册，因为没有装订成册哈。天花板多高，地板多高，嘿，真正拢有牛的呢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更荒唐的，啊，张永惠，啊，真正吼还判说吼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存在，甚至于后面所有的判决都会发落张永惠的判决。啊，这种吼，我讲给你听啦，神明啦，上帝、阿拉、基督、阿弥陀佛、土地公、土地公伯啊，吼，阿弥陀佛，全部拢无人敢认定的事，你张永惠，你有够好大。你给他认定说这个博士论文存在，你做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判决呢。起码所有人哈，包括高教书司长朱进章哈，哎，告不告他的罪都没有你大，没有你可恶啦，没有你邪恶啦。你把你哈，或许是无心之错哦，你看你要怎么挽救啦？因为蔡英文的博士论文，你是一个学士。你根本没有资格判定，你根本没有本质贤能来判定蔡英文有没有博士啊？啊你，哎，没吃过猪肉也该看过猪走路嘛？你去问清楚嘛？哎，海外这个电机博士哈，对台湾的司法完全失去信心的，台台法律系居然甲蔡英文这个根本吼，根本的落个所可的程度，我感觉伊咧做代志哈，迄啥物程度都无呢？啊、你个判公，你破水论文的存在啊！后以后的判决全部发落你的判决，要修啊！这叫做 citation 啊，这叫做 citation， 这叫做引，这个叫做哦，论文互相的 citation 啊。我现在物件最重要的物件，所以讲你给他 citation， 你给他 reference 哈、哦，过去。哎、欸，你的历史性判决，大家后面的法官就 citation 你的论文呢，你的判决呢啊，所以讲要修啦啊，行迹哈。哦依照李正华和张建民的讲嘛，他们希望你哈、哦、不要哈、哦、扮演这个少年哈、哦，他们也搬了椅子，搬了梯子让你下台，你就是不下台，哈、哦，你还避开了他们帮你搬的椅子，哈、哦，合议制在合议制里面呢，你杀了狼嘛，你又有两个哈、哦、助理法官还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是 professional term 哈、哦。你们合议制的之中呢，哎，或许上面给你压力，合议制的过程呢，你否定了上面的命令，哦，哎，但是呢，你却硬干，破罐破摔，
你想独立做出审判，好了，你独立做出审判呐、啊，结果呢，迄含上帝都唔敢做的代志，你做，你做，啊，真正吼、哦，今仔日吼，今仔日我去参加，我去吼、哦、看彭文正这个开庭吼、哦，今天最重要的争执吼、哦，在吼、哦、判决书了，哎，这叫做吼、哦。今天讨论的重点，今天有差不多80%的时间都在讨，80%、90%的时间都在讨论哦，这个判决书了、啊，未审先判。什么叫做未审先判？你都还没有审呢，还没有判决，你先把先做好的判决书交给媒体，交给媒体。今天你哈、哦，所有讨论他的一点半钟的过程，就是一个字。就是四个字啊，未审先判，因为你们哈、哦，台北地方法院哈、哦，你们先把判决书，台北地方法院的张永惠这边呢，先把判决书呢交给了媒体，让媒体哦去发布了、啊，啊，这个哦就是泄密，啊，泄密导致侵权呐、啊，哎、欸，这不是讲有鸟出尾啊，但是我鸟出尾啊，我是感觉哈、哦。而且熟悉了，公务员哈，真正公务员哈，真正，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哈，那个张友辉一边的那个辩论律师少年啦，哦，啊，伊就讲哦，啊，难道你要告所有的公务员吗？我跟你讲啦，公务员哈有公务员应尽的职责，而且你判决完之后，做成那个判决书哈。还附件一、附件二什么做成判决书呢？你有标准的一套 SOP 才能够交给那个媒体哈、哦，去发布呢。没想到媒体发布的时间呢比判决还早。显然哦，哎，审判过程不能够泄密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先给他泄密呀、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在这个过程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哈、哦、账号了，又这个账号让出来。出来改水，显然那还没有判决书还没有写出来，你就先媒体就可以先公布，还出现了一个账号了，哎，结果台北地方法院竟然哈，这些公务员竟然说，哎，没有这个账号，哎，难道这是幽灵账号吗？难道你们台北地方法院被骇客害了，透过这个幽灵账号呢，提前把判决书呢交给媒体吗？所以说今天90%的时间都是在讨论哈，未审先判，你判决书怎么会还没有判决出来的时候呢，就交给媒体，让媒体去发布了？哎、欸，我是刚刚啊，以我的思考来讲哦，这个好像有点离题呀、啊。但是人讲的都不对啊，公务人员有公务人员的分寸呐、啊。今天哈、哦，张永惠，我是刚刚哈，张永惠小会主席。想过自信，伊也无想着讲吼，因阮电脑中心吼，物件要印出去，啥物啥物都有一个账号，啊，这个账号是路人甲，是路人乙、路人丙，迄拢一定的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，啊你又在说谎，你又说了一次谎，公务人员，你竟然说这个账号没有人，我要死了，哎、欸，这个账号一定有人啊，啊，所以说吼，这个公务人员一路在说谎，一路在说谎，我看我比埃德尔啦。哦，啊，今天哦，这个审判长陈杰正，哎，今天小弟我哈、哦、进去哈、哦，我就穿着博士服，哎，我穿博士服，现在哈、哦，从这个高等法院哦，黄明花那时候开始在审判的时候，我就穿着博士服进去，我戴着帽子，穿着博士服进去，哎，黄明花都没讲半句话，哎，到地方法院的时候，他又还在嫌我的帽子，我说哈、哦，哎，高等法院呢？一样是法院呢，为什么我可以穿着博士服戴着博士帽进去？你们地方人家高等法院都准，你地方法院不准，你拿个哈、哦、法律规章给我看嘛？哎、欸，这个哈、哦，鼻子摸了就走了。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有时候哈、哦，法律是保护哈、哦，法律在台湾执行，竟然没有一个标准的 SOP 啊。哎、欸，你法律上没有写的我都可以做啊，你法律上写的。我花了你的法律，哎、欸，我电机破事哦，我们也是规规矩矩的呢，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今天针对这个审判长哈、哦，我一进去我就穿着博士服，戴着博士帽，他们穿着法律师袍，还没有帽子嘞，我有博士帽了，我就坐在哈、哦、审判长陈杰正的正对面10公尺，正对面十公尺，哎、欸，他跟我面对面，哎、欸，我们的磁场哈、哦，
是交汇在一起。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感觉这个人哦，安那讲呢？我感觉是哦，我国小隔壁班的班长，所谓班长哦，就是哦，我国校我读协进国校嘛，协进国校嘛，我读到五年的校后学期哦，是陈海松老师教嘛，啊，我转去国校的哦，林串林老师教嘛，我感觉这个法官、审判长陈杰正，正派，正派，我肯定，因为这个人哦，他那个眼神也不会闪闪烁烁，也不会像张永惠哦，第一审的时候，哦，那化妆化到跟他那个跟他武则天呢，没，这个人哦，做代志就实在，实在到哦，就像我隔壁班的国小隔壁班的班长一样，很会读书，会守规矩，啊，所以讲。我看，因为今天的整个审判的整个过程，一个半小时里面哦，他让那个上诉的李正华、张静跟彭文正讲，差不多时间一百分来，如果说一百分钟里面有九十分哦，甚至九十五分哦，都是张静、李正华他们在陈述意见呐。这个审判长也让他讲了，甚至于哈。彭文正透过视讯会议，义正言辞的在最后五分钟最后发表了五分钟到十分钟的言论。他彭文正也是很客气的，跟这个对方的律师也是很年轻的，就跟他讲说：“哦，某某律师啊，你要知道，你认为说哦，我们做这个东西这个动作哦，是什么要你们？难道你们要通通要告是不是？哦，因为对方的律师说，你们难道你连公务员都要一路告到底呢？”啊，彭文正跟他讲哦。你少年郎了，小弟彭文正博士，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被弄到，这诽谤，全世界没这个名，这个犯罪名词的诽谤，在台湾有，我因为这个违罪被弄到哈，护照不见了，黑名单了，还有变成无国籍人士呢，所以说这种事情，因为一个烦恼会小小的一点代志。海彭文正现在变成无国籍人士呢，啊，所以说哈，这个审判长陈杰正哈，他也让彭文正尽量发出哈他内心的感受啊。我也感觉这个彭文正，这个审判长，我的感觉是哈，人哈正派，因为贺德芬贺老师他一直跟我讲，说展告授啊，展博士啊，你不要对台湾的司法哈一直抱持哈悲观呐，没有信心呐。他是法律系的教授啦，啊，贺德芬他一直跟我讲说，你可能哈，不要被报章媒体哈来影响到台湾的司法界是有救的啦。啊，我感觉哈，他讲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对很多人跟我讲的很多的名言哈，我会俩 keyword。贺老师，贺德芬，贺老师，贺教授呢，他跟我讲说，我不要哈以偏概全啦。台湾的司法是有救的啦，吼啊！我吼，我也感觉，我今天我特别呐开庭开了吼，我就会跟审判的，因为我讲句真的，我对法律不懂啦，我是外行啦，但是我对今天的审判长陈杰正，我就跟他讲，贺老师跟我讲，贺德芬贺教授跟我讲，说我要对台湾的司法有信心啦，但是我今天看了，我个人想法不讲。但是我今天看了审判长陈杰正他的表现，我认为有救，台湾的司法有救，哦，或许这个陈杰正哈，他至少他能够愿意哈倾听正方反方的意见呐，他愿意倾听呐，让彭文正哈，他是败诉的人呢，他是上诉到高等法院，让彭文正能够讲出他的心声。我刚刚借了审判长哈陈杰正架牌，台湾的司法。或许就要靠这个人来挽救了，哦啊，所以说吼，后摆吼还要传证人呢，下次可能还要再开庭，再传证人，传台北地院的公关室的什么欧小姐还是翁小姐，以及一个组长叫黄佩珍出庭当证人，要做啥？是安怎开未审先判？为什么媒体先公布？你们呢？审判书才出来，哦啊，所以说吼。要传公关室的翁小姐还是组长黄佩珍啦，吼吼哎，阿个有啦，小弟吼，我每天都会接到乡亲打电话来呢，
说为什么哈、哦、他们喜欢听我的言论呢、啊？啊，闲话哈、哦，我是不是哈、哦、好久好久都没有上 YouTube 的节目？我说有啊，我天天都上节目啊。啊，这个是哈、哦，这个、唐凤这个1450网军哈、哦、，Under Table 的搞的没变怪啊。哎，我现在哈、哦，今哪里？今天富邦通知我，我讲我的买吼，101，我一个月的收入才101块美金呐，看我比爱德尔啦。哎、欸，我今摆吼，我还做过一个节目吼，啊随便哎、欸，我在高速公路下来休息站下来，我随便讲一个节目，40万人看，40万人看了，40万人看了，我凊彩做吼，拢10万人看，现在已经被压到吼，要冲过1000啊，穿啊了，夭死哦，我今摆吼。我这40万人项目，我第一天一上去看，哇，他妈怎么10几万人看了啦，夭壽啊！啊，今嘛，他安那做，哎，小弟做的物件吼，就 qualify 呢，非常的 qualify 呢，迄真正品质吼，是电机博士的程度呢，啊，叫市价吼，收视率啊，限流啦，甚至乡亲拢打电话来讲，我现在个足久无做，啊，我讲吼，乡亲千万要记嘞，要吼。订阅加小铃铛了，如果订阅加小铃铛，那么 YouTube 上面的入耳，他就会通知你说曾博士上来了。所以说你雄心卡电话讲，我、欸、哎，啊你有订阅加小铃铛吗？伊讲无，我讲好，你即马甲订阅加小铃铛。啊啦，因为我迄日拢来饲嘛，我迄日坐高铁要到对高雄，要到来台北的时候，我有找，哎、欸，夭壽啊！啊，我现在个弟弟拢在限流啦。我跳到别的节目，我跳到别的 program 节目去看，哎、欸，多好啊！那我瞬间呢，又把它转回来我的节目，我还在限流，夭壽啊！这里动手脚，这里是1450晚金，从体制外已经进入唐凤的数位科技发展部，体制内再给你限流，他们把不该给你们听到的所有的资讯全部限流，让大家看不到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无多啊！即马145，即马唐凤的数位科技发展部，伊敢若国校程度，伊是了尾仔囝呢？伊敢若国校程度尔啦，叫伊去读国中，读到未毕业啊？哎，啊，即种个，他的天花板，看阮即个纯正的电机博士哦，我若做，我若恁边若做数位科技发展部的不就哦，一年有211亿的预算，我看的天空就跟唐凤看的天空。会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应该整个国家的数位科技的发展，叫一个国校挺多在做，夭壽啊！讲句话真嘞，林北读个册吼，真正吼、哦，比你唐凤人身高较悬，真正唐凤178呢，
因爸读个册，我读资讯方面的书啊，我一定比唐凤的书。阮兜找几堆个，我直直送出去，直直送出去，拢送袂了呢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悲哀啦！咱这个台湾吼，数位科技发展部这种高科技的部门，请一个国小毕业的唐凤这个廖威阿囝来做部长，不叫。一年210亿的预算，他只会干什么事？卖蚵仔米线啦，啊，不然哦，天马行空啦，说要帮那个什么，帮那乌克兰发展哦基础网络，你们读个派哎，现在战斗内阁，人家是乌克兰的用了 Starlink 星链，透过伊隆马斯克的星链，24小时、365天随时都应付哦。都可以 support 哈、打仗的，那个是要命的。你唐凤底下的假巴出好小，你只能干干哦，卖蚵仔米线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的天空有多高？我跟你讲哦，好了，今仔日小弟会帮罗哈，一个月天天每天做，每天做，收入101块等于3000块新台币啊！我是听咪一斤的呢，我们在用力赚取外汇啊，政府。跟人民对干，怕人民有钱哦。我以前拿哦，卖讲啊，哦啊，所以讲吼、好啦，啊，那讲到 FB 吼、我有3个 FB 被关掉2个，只剩下1个。我的朋友打电话跟我说，你的曾淼红 FB 你怎么100年都没有上去？我说没办法，被关了啊。啊，你们上去看也看不到，在留言我也看不到。我3个 FB 只增加1个 FB 在 work， 而且那个 FB 哈，我上去要贴文章哈，贴一个要2分钟，贴一个要1分钟。你说我这种电机博士的效率，所以讲哦，素材你比啦，唐凤哦，这撩妹阿囝，你这半男娘啊，不是讲你袂咧甲你咧找哈。所以讲，这个是我今仔日看咱乡亲交换知识的内容啦，黑到来。一生都在说谎的你连蔡英文呐、我今仔日从电机博士的角度看彭文正，我外行，我用外行人的角度去研究 research 哈，到底彭文正博士告张永惠法官损害赔偿泄密侵权的内容哦，我用我电机博士的角度，我外行啊。真侪乡亲大拢外行啊！我用外行的角度看咱乡亲交换知识。张永惠啦，吼、你是你这个渣，你这个渣，我想吼、你这个小女生，看你这么阳光，我看你吼、看悲哀啊！你做出这种莫名其妙含上帝都唔敢做的判决，你甲做落去，这是吼、全国瞩目的案件呢！你吼、错误的判决会让其他全台湾的朴素全部变过呢，夭壽哦！你做这个判官，你也做会落？我咧想啦，你从2024年哈、如果蔡英文哦下台以后，我就不晓得你要安怎做人。我是唔知道你有嫁无啦？你到底要看要安怎嫁啦？恁囝啦，恁孙仔啦，看要安怎做人啦？后摆你著蒙面过日子，我跟你讲哦。你即马破罐破摔，到底怎么挽救？我看你要自己好好思考一下哦。私底下来跟彭文正认错或怎么样，因为你把博士论文不可能存在的博士论文已经判决出来了，以后人家甩天行你那个博士你的判决呢，这看没啦，这卡哦叫你弄一个规卡拢判去啊，真正也好死哇。来乡亲，那对我的内容有任何意见吼，还是吼有任何的建议吼，甚至吼看未到我的节目，请你吼。回去再注意一下，要订阅加小铃铛，因为唐凤现在专门来对付我，让我每天的说事，尤其哈、我哈、排山倒海，火雷破山海，我咧讲话是无客气的，因为阮电器博士吼咧做代志吼，对不起，这条实验的路径就是不对啊，或许你的 methodology 方法不对，路径不对，我们怕是一点改，那无改你永远。我前排咧写电脑程式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非常精密的抓到错误了。所以讲，对阮自然科学的来讲哦，无伊就讲你那明明它是错，你没有指出来，你就永远达不到你的目标了。所以讲咧，这代志吼，
很清楚了，画哎画的嘞，还模拟两可。我们在自然界做任何实验，没有模拟两可的，这条不对，不对。你如果继续在那边凹，我讲 你一辈子都走不出来。啊，这里是阮自然科学电机博士的特性，以上含咱乡亲交换知识。OK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嘛甘愿，无怨恨，阮是最大怨魂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嘛甘愿，无怨恨。阮是最大怨魂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爱故乡美丽岛，到底有啥物错？返来故乡面对黑落，牺牲嘛有价无？台湾的青年唔通徛坐落，一抱过一抱，独立建国永不回头，冲破黑白路。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，鲜烈的牺牲不断。勇敢的台湾人，勇敢的台湾人，独立的最主人。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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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关键的时阵，保护台湾，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关键的时阵，保护台湾，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充满喜乐，咱是海洋的故乡。先红是热情单纯托在台湾人的心肝，台湾人同心肝，同款有命，子孙拼命子孙。代代永远地生团，水热是报答美丽山河路，土当拢会活。风来美，苗兰花，抬头看麦，阮都开看，阮都开看，头顶头顶的忧伤。中国是中国。